保时捷在亚洲或者在全世界来说，它都是一个很专业的赛事，在这里可以遇到水平很高的职业车手，这个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它会对于我们赛车手，针对赛车手的体能训练，而且会更细，而且会更科学的一些方法来对我们进行测试。了解你的身体状况之后，它会对你的个人，然后做出一个很有针对性的一套方案。我非常高兴能加入保时捷青年培训计划，他们给了我们这次机会来参加跟以前我们训练完全不一样的针对赛车的一些体能训练，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当然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青年车手的培养计划，所以我还不确定我自己是否在赛道上可以表现得更好，但是我觉得既然有这么系统的运动还有系统训练，肯定会在赛车上有所体现的。